怎么回事？长了两个大肉瘤。变成了男人，我怎么知道你还进入我身体里了？我一定是在做梦，我怎么可能变成女人？芊芊，我还有机会吗？门在那边，我小宝贝儿，我来了。没想到啊，第一次结婚居然娶了个男人。进入我漫画里了。漫画？你说我们进入漫画里了？看，那就是我画下的江山。往哪儿看呢？看这儿，你被吓坏了。